下午2点18分的时候，有接获指挥中心派遣一件溺水案件，那地点是在内湾大桥下面，那边的水深，他们溺水的地点大概是3公尺深左右。我们大概到场之后，就是迅速的下水来做救援。那救援上来的时候，两位已经没有呼吸跟心跳，就迅速的来做 CPR。那有一位由歼十九幺送往竹荣医院，那另外一位由我们的竹东九幺送往竹东台大。